最多一次经验值只能拿到5000而已啊，要不然我应该还可以一直生存下去。到底了，干！妈的，一次解锁3只人物。选第一只科学家，它的特殊功能现在已经有打上介绍了，这次版本更新才有的。它会长胡子，可以用来做东西。小女孩，免疫火焰伤害，在黑暗中会自动起什么火？晚上会有一个访客，什么东西？鬼吗？看这个小女孩看起来有点可爱。哦，最后一个还有一个，这谁啊？靠呀，这家伙到底是谁？高血量，然后饱食度很高，不是啊，胃很大，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撑很久，攻击力也比较高，Windy Wolfgang。谁啊？沃夫根哦。我还有一个任务没有解锁，贝塔只有1、2、3、4、5只人物啊。